江湖中庸才如过江之鲫，你这么出挑的名字，我怎么从没听过周旭这个名字？阿旭，你到底是谁？这番话放在温兄身上，那岂非更强？你又是谁？Maybe it's the way you play your game. 好人呢，虽然长得不像，但我真是好人。你这身骨相如此清俊，必非凡品，怎会？你易容了吧？怎么走了？公子一路尾随，究竟有何不报之恩？为谁？不是兄台吩咐的说有江湖再见，我这不就来见你了？这步伐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好见。就你这眼神，算了吧。奇怪，这触感是皮肉，怎么摸起来像是你自己长的？我敢保证，扒下你最外的这层皮囊，里面一定藏着个好大好大的惊喜。你不妨扒了看看。不急不急，早晚的事。该遇上的时候遇上，不该遇上的时候也遇上。你看过了没有？我只是在想，你这副面具之下会是怎样的一副自然？美吗？晚安。世界上第二个爱是什么样的？是嘴硬心软的人。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啊？是腰细腿长又嘴硬心软，比能给我看看版本。离我远点，你摸摸看。坦诚相见是相互的，而今有我在你身边，任凭你的仇家是天王老子神仙鬼怪，我也能。怎么，你还有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的本事？阿雪，你到底是在找谁？我最想躲的人就是你。我我你是躲不掉的。兄台原来叫周旭，哪个旭？有旭的旭。好名字。阿旭，别玩了，快出来。周而不语，身若飞絮。阿旭，见过我这面目的都死得差不多。巧了，我们某人怕同情，可偏偏就不怕死的。我们都在一起出生入死这么久，你还只当我是个温客行啊，温客行，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喽。看着他，老温啊，那就请你爷认子。好啊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